从前山走过，步履婀娜，恍惚间多少岁月蹉跎。你笑容背后藏着寂寞，看不清猜不透水里的火，唯恐随风漂泊，青春凋落，叹旧剑饮酒不哭后果。本来自何方，归乡何处，说不破挣不脱，是我非托木，离他是越来越近了。这托木一看，这还了得！他令旗一挥，这身边的亲卫们纷纷冲着齐王射出了毒箭。这齐王虽然年纪不大，但武功盖世，这区区几十支毒箭又怎奈他何？抓到你了！碧云姑娘身上的桃花芳香，最是沁人心脾了。乃我朝偏将战神呐！周围的亲卫们一看这个战神，个个都吓破了胆。哎呀，快跑啊！战神来了，再不跑就玩完了。看官，玉芝，官也来了，您咋知会上这上等的房间呢？明镜署班。嘿，清朝姑娘最是调皮了。我们三个人都用了茉莉花香，你怎么知道是我呢？清朝姑娘最喜欢用桂花油梳头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大人，楼上还有几件雅间。走。哎，不是，哎，几位大人，我这陈设都很贵的，你们可小心点啊！你谁呀、啊？干嘛呢、哎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继续，继续，对不起、啊。哎呦，哎，大人，公子。干什么呢、哎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也不知道敲门，赶紧走。老马，高兴。别跑、啊，青少姑娘，我要。来啊，来啊！这位大人有何贵干啊？管用右手，不是他。大人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呀？那个大人啊，这位爷他真的不是什么坏人，您行行好，好吧，再差一个房间我们还要做生意的。你是谁？你这是干什么？
千面郎君，你被捕了。你说采花贼在哪儿？采花贼？你该不会说是我吧？我说的不是你，是他。说是我？你开什么玩笑？这么娇滴滴的一个小娘子，怎么会是采花贼？别装了，就算你的易容术再高明，也无法将自己的身体变成女人。哼，她不是女人，我看你还不像一个男人。这里的女子上了，常常露出脚踝配以铃铛助兴，所以对脚踝处的皮肤格外爱护。可你的脚踝却十分粗糙，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不愿意迎合欢场的规矩，只是你惯用左手，指缝中还留有迷药的粉末，想来被你替代的姑娘早就被明云藏在某处了。男的，哎呦，刚才我还亲了他一口呢，呸！带走。是，走。喂，连句谢谢都没有的吗？王爷小心。来，再给我来一杯，给我喝一杯。青芍姑娘，再陪我喝一杯。慢点，来，满上满上。王爷，人都走了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说，做个纨绔子弟，怎么比领兵打仗还累啊？王爷，你的眼睛，我早就习惯了，你不用操心。我就知道，迟早有人会盯上这批赈灾银，果然不出所料。当地传闻是龙王大怒，吞了银子。鬼神有什么可怕的？就怕有人装神弄鬼。王爷要亲自去查吗？当然。就说，我先京城无趣，出去游山玩水去了。是。别装了，就算你的易容术再高明，也无法将自己的身体变成女人。这一趟，我需要个帮手。宗主大人，龙王吞阴案应该由我来查。这个案子啊，我已经交代给苏慈了。千面郎君一案本是我一直在追踪，可总署却把最后的抓捕工作交给了苏少署，如今又是这样安排，是否过于偏心？罗少署误会了，千面郎君善于伪装，而苏慈眼力过人，我觉得还是他去比较合适。多给我一些时日，我一样可以抓到他。那这中间又有多少无辜少女受害？罗少署莫非为了贪功便不管不顾吗？
你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别吵别吵。罗少叔，其实我还有更重要的案子要交给你，郊外无头女尸案已经第五起了，能不能抓捕这个杀人狂，就要看你的了。那属下也告辞了。哎，苏泽，这个也带上吧。这本我找了好久，多谢总事大人。只是，这可是您藏了很久的私房钱。什么私房钱啊？我堂堂一家之主，还需要藏什么私房钱吗？是，总署大人每月50两的俸银，可是有1两银子的零花呢。赶紧去办案啊！是，属下告辞，多谢总署大人。哎，清水县闹灾荒呢，多带点干粮。爹，娘，女儿外出几天查案，你们放心。拿着，记住，不管有多难，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民警署那边安排的怎么样了？苏大人应该已经出发了。让一让，让一让。飞燕，你这是要搬家吗？少爷带我去游山玩水，我自然是要照顾好少爷的衣食住行嘛。我看你啊，就差把床也搬上。哦，对哦，还有枕头，少爷睡不惯外面的。你给我过来。这和你，我只能选一个。啊？你自己考虑吧。上。带我。都给本少侠出来。行。我数三个数，1、2、3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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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就你们这点轻功，以为我发现不了是不是？啊！少庄主，你别说了，我告诉你们，谁要是再敢跟着我，谁要是影响我行走江湖，我跟谁翻脸！我走了啊，站住！少庄主，不听是不是？外门不比京城，有自家钱庄，这个您拿着。有点道理，这个得有。少庄主，这个你也备上吧。你脸上都是伤，自己留着用吧。少庄主，还有这个书啊。哎，对，江湖醉拳泡妞指南。我是去行侠仗义的，我这个干什么呀？都给我滚！哎呀，给我写笔名，大显身手了。撤！撤！撤！哎，没看见吗？这儿站了一个大侠呢。哎，别礼拜了，看一看。看了啊。热乎的。我们来看看吧。看一看啊。娘，哥，事儿来了。热乎的。哎，客官，请。拿一个。哎，小胡，哎，把下面乞丐都清一清，照顾下生意，别让他们影响我们生意。哎，好，走吧，走吧，别在这儿待着，你也走吧，快点，走走走。救救我的孩子吧！救救他吧！我来了，去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看看看看，来了！哎呀，排场真大呀，了不得呀！少爷。哎，少爷，快看，真热闹！哎，大哥，这是在做什么呀？这么大排场。龙王娶亲呢。龙王娶亲？是啊，就是找个姑娘祭祀，侍奉龙王。这是在拿活人祭祀。啊，那活人？我们这清水县呢，赶上了灾年，上半年水涝，下半年虫灾，这庄稼颗粒无收，实在是没办法。对呀，这朝廷不是有赈灾银吗？有啊，可这银子被龙王给吞了。原本呢，这几天一滴雨都没有，就在银子被运过来的那天晚上，突然开始电闪雷鸣，下起了大暴雨，一道闪光啪的一下子击中了那艘船。你们可是亲眼所见？我是亲眼见了，当时那龙王就盘踞在那条运银子的船上，咔嚓一声巨响，半个县城都听到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听到了，龙王把那艘船击了个大洞，烧沉了。我是没见沉船，可捞上那箱子我可看见了，里边的银子全都变成石头了。变成石头了啊！请问县衙怎么走？往那边走，不远就到了。多谢。二位，县衙怎么走？前面就是。多谢。苏大人，这是想要去报官吗？
裴某根本没有得罪过你，甚至还救过你，怎么着也不该对我视而不见吧。若不是因为你救过我，此刻你已经因为妨碍公务被捕了。我怎么惹你了？纨绔子弟自是不关心民间疾苦，但请别妨碍我执行公务。县衙但凡要管，怎么会到现在还不闻不问呢？你有备用钥匙吧？没有。他们都捡到银子，可我什么都没有，我饿呀！哎，你先放手，你放手了我才能拿给你啊！不行，万一我一松手，你们就跑了呢。啊，苏大人，我的左侧内踝还有一些银子，帮个忙。啊，快来拿！没有啊。哦，可能还在里面一层。苏大人，你快点，我的手要被抓断了。让你查的事儿呢？啊，有十三个，地点就在城西码头。有十三个，有十三个，来不及了。哎，你就打算这么去救人？不然呢？你去哪儿救？码头。回来。你如何救人？救到人后如何逃避追兵？逃避了追兵，把人安置在何处？飞燕，让你找的东西呢？在这儿。我们在祭祀途中救人，打他们个措手不及。现场老百姓众多，我们救完人后要马上撤退，万不可激起民愤。记着，我们从这条林间小道撤退。飞燕，我们在救人过程中你不要出手，你负责引开追兵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咱们俩负责救人。少爷，那这个来不及了，过去再说。即日特供奉童女一名，愿龙王笑纳。我县今年上半年大涝，下半年虫灾，庄稼颗粒无收，朝廷发了赈灾银又被龙王吞了，龙王这是怪咱们侍奉不周啊。给我拦住他们！
帮你多口气而已，你干嘛生气啊？我没生气。快快快拦住他们，他们都是你好玩的。快快快快站住，别跑，站住站住站住，快面的，你把别人姑娘抢到这里，到底要做什么？你个小屁孩，跟着本少侠干嘛呀？大爷，我是来救人的。所谓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来吧。哎，等会等会。第一呢，我不打小孩；第二呢，看在你跟我一样都是行侠仗义的份上，我呀也不跟你计较。这天快黑了，这姑娘穿这么少，别给冻着了。嘿，小孩有两把刷子啊！谁是小孩？这边。不行啊，肯定啊，是你下手太重。我也没打过女人，这一时掌握不好力度嘛。你要是把她给打傻了呀，就要对她负责。负责？这我怎么负责啊？这以身相许呗，话本里都是这么说的。啊，you
怎么能这么随便就以身相许啊？这，哎，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啊？这要换作是我家少爷，早就……少爷呢？少爷怎么还没跟上来？哎，小孩，你去哪儿？哎。这边，快！姑娘，你醒了！姑娘，你听我跟你解释，我是……咦，站住！姑娘，不要动我，我还是个孩子。你跟他是不是一伙的？不，我们不是一伙的。我们本来是要来救你的，不知道这个家伙从哪里冒出来的，我追了一路才追上你们。不是一伙的就好。这个家伙坏了我的好事儿，活该他在这躺着受冻。我们走吧。哎，等等，嗯，我要在这里等我们家少爷。少爷。刚刚明明听到这边有声音，那走去那边。好，你我有眼疾，夜里看不太清。怪不得你嗅觉那么好，原来眼神不好。现在怎么办？茫茫天涯，叹寂寂孤城。
何处觅归？